各位车友大家好，今天来的是2021的卡塔纳大道，它安装的是 Ruby Bike 的 Racing 电脑跟进口块，这是全国第一台了。然后它有改反打，伸手一下哈，全国第一台有改公油电脑的卡塔纳，哇，这个帅了，这个帅了。那这台卡塔纳呢，我们 Ruby Bike 公油电脑呢带给它的一些功能呢，除了点火脚可以控制，然后油图可以控制，还有它解的线转多了1000转，还有呢它也可以破线速，哇，然后它还可以一个套入一个特殊的油图，是6个档位有各自的点火脚跟油图，然后另外是挡刹控制，它也有针对每一个档位都有不同的挡刹控制，哦，原则上就是低速的档位呢就是挡刹会让它减轻，高速的档位呢让它这个挡刹能够稍微再多一些，哦 okay，我非常期待哈，哦，这是全台湾第一台哦。这个快排太顺了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很顺啊，慢速的时候也可以操作，快跑，没有问题。OK。目前用预设值就快排就非常好操作了，它的时间的衔接感非常好，然后现在打档的力道呢也很不错，打档力道就是宝哥的经验值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
能整体车辆的条件也非常好，不错。那它是原厂管而已，还没有改管。车呢，非常的已经改的战斗了啊，战斗。我们这礼拜走真的非常好用，这车骑的很过瘾，加速感也很棒，所以欢迎这个卡塔纳的车主啊都来改装，这是全国第一台哦，卡塔纳改装供油电脑跟电脑。今天的卡塔纳测试到这边哦，太过瘾了，下。